长胡子呢，那山羊生下来就长胡子。哎，山羊生下来就长胡子。那您说是他们说你是大胡子导演不是？那是假的，我粘上去的。哎，挂那儿？不，那长戏的，粘在这儿。啊，粘在珠宗。哦，那是你粘上以后是小姑娘找你的呢，你是找小姑娘？这还用说？小姑娘找导演呀？哎呀，你真有本事！你歇着。看他撇着去吧，你说理他呢？大话别理他，他是撇的。小子，大哥，这吃饱了，没得干，娱乐一会儿。娱乐一会儿。嗯，玩会牌。行，玩会儿。玩来，玩会牌。这回我得报考。大款，玩吗？玩会牌来。大款，玩会牌。哎，来，玩会儿来。咱们还是喝水的，喝水。今天咱们改改吧，改改科目，改吃东西，吃咸盐。嘿，啊，谁手里吃咸盐？行，来，我得报仇。赶了，咱俩看谁吃的多。我给洗啊，来，我小碗，我咸盐，待会儿准备好。咸盐，那个咋了？去那个报上班啊，要是管教过来。放这儿，治理呢。哎，在这儿看好了啊！看你外头保安有动静了啊，就管教有人过来的话，你吱声，听到没，大哥？看好啊！什么真言假言呢？我先看一下。真言呀，操！真，大哥假，跟你说假的。大哥，我怕你偷玩来。你那天吃的假的？你那天吃的假的？你那天吃的几勺真的假的？我他妈吃了，我真没少吃。来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干嘛？哎呦，对。你躲开，该我抓了，该我抓了。二都是食言，他俩前两天在家，我吃的怎么吃不着了？他妈我食言的时候你在哪儿啊？那鸡巴鬼子，待会儿让你来的，待会儿让你小子感受吃烟的滋味。别，老大，出去我请你。请我你妈的，你来这儿都请，都他妈出去这个那个。嗯，你妈一出去，谁也不认识谁了。嗯。别到时候到出去找你小子跪着，你小子啊！什么你妈总经理，你在那儿屁也不是，没错啊！就让你们家进钱，你就少受罪，比什么都好。今天我刚上钱，上钱，哎呦，那次就花不完了。是啊，看牌，看牌，看牌，什么天出啊？好，看牌是大哥也先出呀啊！就是，大哥也够，哎，蹦不掉。对啊，准备正好，一个猫，那也有呀。炮弹，你可以接风。好嘞，我来一个。大哥怎么样？对，去，我来一个吧。这我能管了。这牌，您那牌有吗？要不要？没有。真别，他妈真有，有点不舒服，速度快呀，那管。那怎么回事了？哎，真是来歇着，歇着呢，来歇着呀。没事。要鞋没有？哎，要鞋。我这会儿三个三。哎呦，真好。哎呀！这，我瞅着你吃，就一勺，是吧？瓶子啊，我的啊。闹瓶子，闹瓶子，一勺啊，瓶子啊。差点儿，闹瓶子啊，瓶子。哎，行，我看瓶子，行吧？啊，行。小曼，大哥这小子平常咋咋的干嘛还不打吧？你也想吃？你妈给看着点去。去看看。哎呀，好。装的真像，操！好。大哥平常最爱吃咸的，哪至于呀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吃不？真难吃。你要玩儿的话，你要说我来吗？我来。看着，让这小子也尝尝啊！让你小尝尝，吃咸鸭，不好吃不？他妈上回给我，这把有能耐逮他吧？啊，你把他们逮走。行，我一定逮他。哎，还逮我了吗？你大哥，你不能给他丢下这把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来，大哥说，怎么吼的我呀？嗓子看好啊！哎，你别，你妈一天就会白云白云，给我看着人。哎，他一定干死你！哼，
那个小潘吧，小潘吧。哦，那是个什么潘？刚才说来，亮子。我操，听你有点声音。嗯？听你有声音？声音？听你有什么声音？咋了？有人吗？没有。玩吧玩吧，这嫂子，你看看赢他了。炮弹，嘿，好牌啊！一个鸭子，鸭子，鸭子，就一炮弹，鸭子，两副炮弹啊！哎呀，你哥你接风了，我接呀、啊，怎么样？这我能管，你能管？不会的。哎，咱们打牌安静点行不行？你们撒完尿把马桶关好了，你听这水声怎么老响？怎么没关？关了没事，哪有水呢？你看看，你过去看一眼，咋有水呢？快玩吧，玩去啊！这一顺子跑了，这个我着火了，哎、要疯的。这炮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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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吃吃眼睛，两条啊，这回两副炮弹，吃眼吧你，真废呀！成功点。嫂子看好了啊！这小子上回他妈坑我，让我他妈吃了多一顿，这回也该着让你。你看这装装，还没吃就装，大哥没吃就装，哎呦，装还得装，装还得吃。你这这还一勺，哥去，我吃吃吃吃。哟呵呵呵呵呵呵呵，咽不进去。哎呦，演戏呢你，我操！不能喝完喝，上回我吃盐都没喝水，这小子再吃咸的了。哎呀，那您大哥给这小子倒口水吧。这真给的啊？哎，对的。哎，小白，出来！这白哪来的？他发给你，发给你，主人，你看什么？大哥，不拿，行了，大哥，不耍赖。哎呀，你快下来吧。哎，这谁耍赖了？干嘛呀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妈的兄弟，他转来，多大岁数？他给，他给你丢着，你丢着，快上起来！来来，上来，多大岁数了？小心，小心！再说，必须得打呗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多大岁数？小心，小心！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干嘛呀？这玩会儿牌吧，他妈的，今天不是高兴吗？账本儿，那是你账呢。我也不是没吃啊，不软肋。行了行了，我找不上命你。哎，大哥，小小，你看这个，就是他妈也没玩高兴了啊，玩的不尽兴，你妈不爱吃了。哎，刚才那哎，哎，大哥，在家吃过没？大哥，吃过，大哥，什么味儿你知道吗？酸的，甜的，大哥，辣的。刚才那喷你了儿子？对，就照着他妈逼。他爹，你让大哥吃香蕉，你怎么回事？局长，大哥吃香蕉。他混个干警，他妈的。香蕉，香蕉什么味儿？香的，香的。哎，我操你妈！你傻脑子，你都傻透了，大哥。傻吗？这看看就拿。那什么，给他香蕉。太香嘞！啊，谢谢。那个黑点的，哦，黑的那个。好嘞。黑的，黑的。哦，你爹都没给你买过，这没吃过。哎，农村孩子，农村孩子。是吧？去拿下，吃去吧。你真他妈会吃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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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香蕉，小香蕉，小香蕉！你他妈给他留着点儿，我操！傻子，小俩傻，二傻不一块儿的，傻子都好了，这二傻不一块儿的，他妈的！这他妈！叮当！傻小子，让你抢了吧？你咋这么笨吗？哎，说你对不对？会吃吧，赶紧吃吧，赶紧吃吧，吃吧！当然能抢的，这我看着，赶紧吃吧。不吃你还留着呀、啊？留他妈吃！大哥，你看着，赶紧吃了吧。听大哥的，吃吧。要不咱们又给抢走了，让他们傻子给撅巴牙了。啊，行，那那瓶慢了，慢点，抢点去。